美辣前经理人阿晶在今年的七月尾轻生离世，他在旧爱加聪成为了众矢之的，而在销声匿迹四个几月之后，加聪今日正式和儿子拉埋天窗。我们收到读者报料，流出一张今日晏昼加聪和儿子在民事登记处注册结婚的相，背景的屏幕写住林茂发、张泳仪，他们身穿礼服和婚纱，儿子手上亦都拎住花球，有几名长辈和宾客在观礼。